蔡宇斌，你要选择的是你成为正式队员还是预备队员。好，经过我们五位的合议，恭喜你郭佳宇成为了了不起舞社的预备队员。谢谢老师。他分着来的，他不会把我们分开，他不会把我们分开吧？真的假的？现在有一个机会，摆在蔡宇斌的面前，我们是觉得你可以成为正式队员，但是今天我要把这个选择权交给你，所以今天你要选择的是你成为正式队员还是预备队员。好难哇，真的很难选，这太难了。我觉得就是我们有彼此在的话，心里会更有底气一些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侠郭佳宇。今天要做一件特别的事情，就是欢迎我的室友蔡宇斌回家。然后但是明天隔离完就出来了，所以我今天要给他准备一些小惊喜。就是两个人一起在北京就是生活练舞也在一块儿，工作也在一块儿，那个时候我俩一起做伴舞工作嘛，就大概一天可能就24小时都在一块儿。我现在呢要去叫醒我的室友。我觉得两个人一起过来，然后一起完成这个作品，共同进退，也是其实是对我们俩感情上，或者是说对这支作品上的一个最好的答案。蔡宇斌，你要选择的是你成为正式队员还是预备队员。老师可以给我一分钟吗？可以，谢谢老师。老师把这个记录给我们做出来。我希望我。我要成为正式队员。Yes， 对嘛对嘛，这才对嘛，选得好。可以告诉我理由吗？我觉得如果我们两人中间可以有一个人成为正式队员的话，那说明我们俩没有白来，然后我们这个作品也没有白拍。我觉得如果我先走出那一步的话，那我的好朋友会跟我一起，会朝着我们俩一起走向更好的地方。谢谢老师。好，再一套，再一套，很棒，很棒，很棒。